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这台佳能 A 系列的，然后我们先看它的外表，外表的话，它是，型号是 A700，佳能的，然后外表的话，还比较好一点吧，就个人判断95星以上是有的，然后这个屏幕里面可能进了一个小灰尘，但是大体上不影响使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配件。配件的话就是2节AA 电池，然后不知道台湾怎么叫，但是我们这边叫 AA 电池。然后放的时候注意不要放反了就可以台湾是3号还是5号？这个我不太确认。然后卡的话是这种 SD 卡就可以，最普通的。我们来以这个试。试一下以这个卡，以这个卡应该可以带动。电池盖关上，关上的话，电池仓密闭性还可以，大概有一个这个程度的裂缝，但是整体上不影响使用。开机的话，我们这个正常开机。昨天是因为这个电池。电压就是快没电了，所以说开机的时候有点慢。现在充完电之后好了，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正常的。然后这个画面的话，我们看也是正常的，没有黑点也没有泛红。我们试一下闪光灯。是正常的，成像也是正常的。我们试一下其他的，上下左右啊，这些按键什么的。好，这个可以调中文的。然后这个键是负责屏幕的。然后上下左右按过了，这个是参数。然后往下面是回看的话，用这个就可以删除。上面有个转盘，转盘的话就是各种滤镜啊，各种模式什么的，可以使用。这个的话就是变焦，比较正常。好，这台就先录到这儿，你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再问我。